今天中午炒个豉酱肉丝，那两个妹妹下来哒，她们喜欢吃瘦肉。能不把你腌制下来了？艳艳她在屋头煮过锅了嘛？那点吃点瓜的肉啊，放在那外头来吃。还有那么多哎。把点姜拿去弄起。今早晨那个客人他送的点姜来我们，他看他的姜长起来没？这个姜非常可以。是的，那我起码有半斤。把姜洗去。先把那瘦肉腌一下，放那儿盐，放那儿豆瓣酱，放点香粉，放点鸡精，加点生抽，还抓点酸海椒出来。要得，抓点酸海椒。好，差不多了。来，酸海椒。酸海椒，烧酒，烧起噻。烧得两口哎。哎，你看我们照耀耀的。还可以吧。可以哈。嗯。喊你妈一个买一个噻。烧得弄好了再去买。倒油了。全舀起来，辣椒，大刀进去，好，差不多了，倒瘦肉，加粉才有的滋味。包个紫菜汤，要买点豆瓣，买点烤羊，因为他家特别喜欢吃点烤羊的些。还有个人的份咯。啊，我跟他说了的，我个人份。这是五香的。把紫菜丢下去，慢点转转哈，我来到了。中华刷下去。同志们，吃饭喽！这个你两次没来一次，我喝一次。我现在跟你们几次没说哈，要经常来，要不也才有酒喝，晓不晓得？说吧。今天弄得简单，就买了个烤羊，这里炒了个紫酱肉丝。两只没一个一个哈，好，我搞个大的啊，我没有，搞个大的它也不要哈。我们能捞的也下不动的。来，给人家的那个。我不要，我问你。我呢？你晓得那个鸭脑壳下酒吃，好重气。那个是最好的。你莫说那紫酱炒肉片硬是好吃的。嗯。五块的，两面的肉，两面的肉，那个量好。这个是走到药物也不得随便，我想吃啥子，吃的吃。嗯，可以。排骨以前都炖得好哦，吃香的火辣的，你看看嘛。我想下来耍就下来耍，嗯。是啊，你去读书了噻。你像你要星期天、星期六，回来要改作业。